安。中秋节快乐！快乐！今天才是中秋节啦吼，我相信台南啊拢真欢喜啊，有参与的这个机会吼，啊，关心的小咱，以及小咱每一个人的家庭，因为家庭它讲是整个啊社会的稳定的力量，稳定的力量，啊，这个所有的这社会的这家庭的中间，啊，每一个比较大的家庭。人讲是这个家庭中，这个家庭伊个温柔的力量，因为咱每一个基督徒，人讲是对上帝领受这个上界大迄个家庭的祝福。因为从这一开始，上帝创造这个家庭，而这个家庭是带着上帝的恩光，也带着上帝的荣耀。啊，所以咱每一个人的家庭是有恩光、有荣耀的家庭。所以咱把咱的边个人讲。讲咱的家庭是有因上帝因根上帝荣耀的家庭，那边来讲，咱的家庭是有上帝因根上帝荣耀的家庭。搁一边来，咱的家庭是有上帝因根上帝荣耀的家庭。即摆听讲是，我是伫幼稚园、国民校、国中、高中，拢伫入学开学即个时段，真侪家长。很紧张，因为囡仔要离开父母去学校上课，事实，唔知到底这个囡仔会适应未适应吼？囡仔较未紧张，是人就紧张太强安尼吼。总是发现就讲，一礼拜过去了，就爱稳定稳定，真感谢上帝，让咱这每一个父母来当放松，让咱的囡仔去上课，咱的囡仔也对咱真安心，伫个所在上课安尼。我有一个笑话，安尼讲，讲有一个妈妈，伊安尼带伊个囡仔要去开学啊上课安尼，啊因为是过头一年，啊所以伊带伊个囡仔到去校门，妈妈就甲伊讲讲，啊你安心读册安尼吼，下课我才来甲你带安尼吼，啊这个囡仔啊嘛真欢喜，讲妈妈，啊一定在读册安尼吼，伊讲吼。咱个国家规定，二十岁吼，到即个十五岁啊，这是国民基本教育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你安心读册啊，即段时间就是爱受即个基本教育安尼吼。啊，即个囡仔就甲妈妈讲，我妈妈再见啊，等我十五岁时，你才来带我安尼吼。就想讲安尼，对啦，岁开始就来吼，我爱读到十五岁安尼吼。这些是一个笑话，我嘛发现着讲，这个妈妈嘛教育真成功，让这个囡仔知影，该受教育的时间就受教育的，啊，这是上帝的恩典，啊，大家人会当受这个基本教育，来一代传承一代，我每一代一代比一代更加好，一代比一代更加好吼。所以，请咱会记住，咱若对咱的囡仔咧讲话时，会记住甲伊讲，嘿，恁这代比阮这代较好，咱来试看卖好无？来，恁这代比阮这代较好，搁一个来，恁这代比阮这代较好。是安怎安尼讲？咱真侪遮个长辈拢会讲，啊，即卖安怎安怎安怎，我听当时安怎安怎安尼吼，就是即卖时代无啥共款吼。譬如讲，即卖真侪电脑，特别我即卖在做即个网络宣告的即个事工。山谷中的百合，啊，这个网络宣教的工作的事，啊，我发现就讲吼，真侪这电脑的物件吼，这少年吼，比咱下下球呢，吼，啊，有时阵我就甲伊讲吼，你讲的吼，旁边的专家讲的，你听有？有当时啊，专家讲讲，我嘛听无啦，哦，所以囡仔这一代有影，一代比一代好，咱来一起，一代比一代好，一代比一代强。啊，这是上帝对咱的一个祝福，啊，也是上帝对咱的恩典。上帝祝福阿伯拉罕，讲万民万族要用伊来得福气，伊的福气要像天青的济，海山的算袂了。阿伯拉罕是一个两个，一个尔。伊的子孙是偌济，是像天青的济，海山的算袂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代比一代强。
一代比一代强。所以咱今仔日就用一个题目三甲来分享，就是讲父母和囡仔上开好的礼物。题目是讲父母和囡仔是最好的礼物。无一个父母讲要用歹的物件给囡仔。虽然是伫英语来讲 ，the best 是上开挂的赞助。你要给囡仔，你要想讲，我要给囡仔是上盖好的物件。那安尼是囡仔接受着，伊会欢喜还是无欢喜？伊会欢喜，因为爸爸妈妈要给我的是上盖好的。礼物这物件，敢来用钱买买，爱无？礼物爱用钱买买无？唔免。礼物是人送的，你送的，唔免用钱买。所以今仔日每一个爸爸妈妈，甲咱囝子的这个中间，你是将上盖好的这个礼物，无条件来送给个囝子。今日咱读两段圣经，读一段圣经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五节，第二段圣经是撒母耳上卷第二章一节到二节。即咱拢来看见，迄个父母甲囝子中间的迄个团结。提摩太，通讲伊是一个，若要用咱即马的时代来讲，伊是风啊。老爸是希腊人，老母是犹太人，所以这个囡仔是两个种族合作的迄个结作啊。所以这个囡仔，用即马的优先啊来讲，有可能是伊比较比较知识、较智慧、也较聪明。咱来看见这个技术的事，咱个看到伫撒母耳。撒母耳的老母，伊甲上帝求囝，然后伊甲上帝讲：“我生的囡仔是要献予上帝来用的。”上帝给撒母耳的老母是不是上盖好的囝？上盖好、上盖优秀的囡仔。所以撒母耳的老母嘛，将这个上盖好、上盖优秀的这个囡仔来献予上帝。因为这个囡仔不是我的，这个囡仔是上帝，所以咱通过一段圣经来三个思考，父母和囝子是上盖好的礼物。当咱看见这段圣经的时，咱会看见有几项咱需要来思考的这个物件。头一项就是。和上帝看作上界重要的，父母要将上界好的礼物给伊的子子，伊会记住。和上帝看重你的子子，开学去到就无一个机关，机关在上班，咱拢真期待，真盼望。我会当得到老师的疼，同学的疼，也是主管的重视。来到伫上帝面前，咱会记住，咱每一个人伫上帝心目中，拢是上帝看最上界重要。咱做位来讲一遍来，上帝看我最重要。做位来讲来，上帝看我最重要。所以咱今仔日来到伫上帝面前。你是上帝看最最重要的。那安尼，你看这个上帝，敢是上界最重要？我相信是，因为上帝看你最上界重要，你一定会看上帝最重要。所以今仔日七节头一节，你来到伫礼拜堂，而且来敬拜上帝，因为你把上帝看最第一。所以今仔日所有任何代志，你拢该挂开，然后你来到上帝面前，你坐伫这个所在敬拜上帝，就表示你甲上帝
看做啥个重要？咱看见保罗先生到有事的所在，伫迄个所在看到即个提摩太，人就介绍提摩太即个保罗。啊，保罗讲，哦，即个提摩太吼，伫阮即个所在是好名声，面有真好，啊，即做人真诚实。做人真忠厚，吼、哦！伊待人接物真纯真，所以保罗伊是一个人品。伊看见一个遐尼纯真的一个青年人，伊就建议来正做伊阿先，然后看人伊认定伊，看人伊圣经记载讲认定伊是信仰的根基，信仰的。表示讲，保罗伊欢喜伫伊嘅人生结束嘅时，伊欢喜甲即个宣教嘅事工、宣教嘅事业来传承予伊嘅子子孙孙，其中就是传承予提摩太。所以提摩太正做保罗先生嘅头号使啊，提摩太正做。在保罗心目中看最重要，甚至认定伊是信仰的根基，表示这个根基是上帝看最重要的根基。所以，那安尼，咱来看伊讲，今仔咱做一基督徒，在主耶稣基督的心目中是何等的尊贵，在上帝目睭中是何等看最重要。那安尼。我相信今仔日咱来到伫上帝面前，毋是清清采采一个人，毋是马马虎虎一个人，是伫你的心中会通看见上帝眼光啦。因为上帝眼光，那会通临到伫即个摩西的心中的事，互人看见摩西的即个面有上帝眼光伫伊的面的事，今仔日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每一个亲近主耶稣的人，你嘛要带着上帝眼光伫你的面，你到任何一个所在，你人要看见你有上帝眼光，有上帝荣耀。每一个家长，每一个人，拢真重视伊的家事，所以对古早到现在，咱也得甲家事好命。拢号迄个真水个名，真有意义个名，甚至古早时代在号名时，上界重要就是啥物天书啦，伊名就是天书。啊，若无着天来啊，啊若无着天吼，是安那要甲迄个天放第一？因为即个囡仔是对天啦，安尼表示即个时代啦。对这个囝子的迄个重视，伊认为讲，这个囡仔那是对天来，对天属，这个囡仔是属于天的，安尼表示天神嘛真重视我的囝子，来表达做父母的人对囝子的一款的心意，一款的心。啊，今仔日啊，咱每一个人，咱的命拢有相当大的迄个意义甲价值。现在，咱唔知咱的名意义，咱若是大人要伫咧，就来请教。我爱我的名，你是安尼我号这个名，爱意义伫倒落？我相信父母拢会甲你讲，我是安尼甲你号这个名，爱意义伫倒落？而且咱看见，你重视你的家事，上帝看重你，也看重你的家事。咱咧讲到伫即个看重无看重，咱来看见讲，保罗先生，伊讲我伫祈祷的中间想着你，我伫祈祷的中间记得你，我毋知影你咧祈祷的时会想着啥物人，想要替伊祈祷，你目睭起起好无？就可以。
知你这个时阵，目睭起起时，你会想着什么？安尼表示，这个人伫你的心目中，是伫你的脑海内是有记忆的。你会记得这个人，你会想着这个人，表示迄个人伫你人生中间真重要。请你伫这个时阵，就为着迄个人来祝福。也为了迄个人来祈祷。真感谢主，咱若常常有即款的机会，当你目睭开时，伫开开时，你想啥物人？请你的记者就为了迄个人来祈祷甲祝福。迄个人未偶然间进入你的头壳，未偶然进入你的记忆里，未偶然出现伫你的心目中。表示讲，迄个人对你真重要。不管迄个人是你的亲人也好，是你的朋友也好，甚至你伫人生的过程的中间。常常因为伊来甲苦心也好，迄个人对你来讲是相当重要，所以请你会记住，替伊祈祷甲伊祝福。波若先生伫祈祷中间记得提摩太，伫祈祷中间记得提摩太，所以表示提摩太伫即个波若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。祈祷是甚物？祈祷是伊甲上帝伫讲话时，一个人伫祈祷时会想着某一个人，表示伫伊个灵个内面甲这个人有相通，伫伊个灵个内面甲上帝有相通，所以这个人伫上帝眼之中，伫上帝心目中嘛看最重要，即个将迄个人。来放伫你的记忆里，甲你目睭伫起伫祈祷中间，伫灵修中间来出现。所以，请你会记住，来替伊祈祷，替伊祝福，因为上帝看重是非常重要。圣经里向咧讲，提摩太和保罗该纪念、想着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波罗先生将这个提摩太放在他的心里的意思，让上帝想到，让上帝记得，让圣神想到，会记得你，将你放在圣神的里面，将你放在耶稣的心怀中，将你放在上帝的心中，这样有重要吗？非常重要，所以保罗先生伊看重这个提摩太，伊认为这个提摩太伫伊的记忆力心目中藏伫伊的内面，然后保罗也将这个提摩太来交伫上帝的心中，上帝所看重的，上帝所看重。若是安尼，请咱常常会记住，咱每一个基督徒伫上帝心目中是受上帝纪念和上帝看重的一个人。为甚物予人看重，予上帝看重遐尼重要？提摩太这个名的意思。就是记得，也是厌恶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提摩太是大人解何解提摩太的名，就是伊是一个有记得的人，伊是一个有厌恶感的人。是大人安尼来何解个囝子的名，表示是大人对这个囝子。
感觉这个囝儿的出现是有价值。这个囝儿，伊的人生是要行伫个应有的这个人生，应邀的这个人生。心内看作有价值，心内看作应有的一个囝儿。所以上帝啊，看你家己囝儿最有价值、最有应邀，我相信。这就真做你今日说的一种祝福，是大人要将上界好的礼物来送予囝子，就是将伊来看作有价值，因伊是上帝所赏赐。因你若看作有价值，这个囝仔就真做有价值；看伊做有意义，看伊做有荣耀，这个囝仔就荣耀、就价值、就意义。所以不如先生伊在提到提摩太时，伊讲你的信仰是对你的老母、对你的外母，安尼表示对伊的外母的这个时代，即款留落来，互上帝看最好，互上帝看最重要，这就是父母是互囝子上较好的。所以，唔让你看重，带伊到伫上帝面前，来表示你对囝子的这个重视。咱来看《马可书》第三章十七节，安尼讲，这是对上帝来的智慧的。特点，因安尼结出好的果子。雅各书三章十七节安尼写讲，对顶面来智慧有几项特点。头一项就是纯洁，第二就是和平，第三就是谦和，第四就是友善，第四充满仁慈，佫会结出丰富的善果，无偏私，无虚假。上帝人看你，看你的囝子最重要，就是表示你的囝子有得到对顶面来的智慧。对顶面来的智慧什么意思？是无偏私，无虚假。咱看见提摩太，伊对伊的外母、对伊老母教育。保罗先生看见这个提摩太，伊是一个纯真善良、无虚假的一个人。要服侍上帝，其实万免虚假，因为上帝是看内心，无看外貌，所以伊看到你的内心，你有假无假，上帝知。所以你所看人的人，你要将上佳好的礼物送予你的囝子的事，就是帮助伊、看重伊，予伊的心无虚假。那第二项，咱对这段圣、这两卷圣经三甲来分享，就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来的传承，对耶稣基督信仰来的传承。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？就是听牺牲为伴救赎的传承。耶稣甲伊学生斗阵做伙时，是为伴伊学生三年半，为伴，然后为着伊学生牺牲，听伊学生，学生问的什么问题？就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讲先生啊，啊，这要安怎解决？耶稣就替伊解决。耶稣伫旷野，遐尼济人来求问耶稣，这一定分布啊，无物件通食。这下先生来甲耶稣讲，这一定分布啊，啊，这个是旷野。
要安怎？耶稣就替伊解决。而且咱看伊，你将上界好的礼物，予你的囝子的事，你要用心哦。在世界，在咱台湾的社会，咱拢会讲，啊，这是富二代。啊，即款富二代有几哪款？就是讲，将伊的好业留到下一代。哦，伊下一代伊嘛是真好业，佮留到伊的下一代嘛是真好业，叫做富二代。所以即款佫有一个名词。就是 minus 的第二代，就是负债的第二代。真侪人顶一代真好业，总是到伊下一代，佮煞只下一代，就变 minus， 就是负无够的一代，欠亏的一代，总是咱基督徒的基情。上帝无爱咱真侪好孽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呐，尔。上帝要予咱真侪一个丰丰富富信仰的下一代。所以，咱每一个基督徒，上帝所要予咱是啥？是丰丰富富的下一代。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，伊甲咱讲。我来是要让你这个丰盛，搁这个丰丰富富，这是主耶稣要给人。所以你若要让你的孩子有缘的人得到这个丰丰富富生命的第二代，你这款耶稣基督的信仰传承好了。咱看这个提摩太，我的先生讲。你的信仰是对你的老母、对你的外妈倒来，到你这代，安尼第几代？第三代。我相信咱中间有第四代、第五代、第六代的兄弟姊妹，表示讲恁的世大人、先人已经啊一代、一代、一代、一代，到你今仔日要人坐伫这个所在，你唔是富二代啊？你是富六代、七代啊，表示你的世代有将你的上界好的礼物留予你，留予你。咱看，保罗先生伫讲到伫提摩太时，将你的世代人有将即款的好的基业、好的信仰的基业留到你一代。好利，在这个所在，我就先说，你的老母，你的外妈，乐意有年纪，特别这个乐意的意思，就是让人快乐的意思。乐意的意思是更加好的迄个意思。表示我这代好无够命，我要让我的囝子孙更加好，这敢毋是咱的心愿？所以表示保罗先生看见讲，因的信仰的前辈，提摩太信仰的前辈，也要将这个予伊的一代更加好的这款的信仰来传承落来，更加好就是一代。一代转化，让伊更加好。一代转化，让伊更加好。让伊伫即款信仰的内面更加好，更加满意，更加喜乐。安尼到底即个提摩太时，保罗先生看见即个提摩太，请伊来做学生。安尼是毋是一代一代比一代更加好？是毋是啊？这是耶稣基督的信仰，让伊一代一代一代更加好。
幼年期的这个意思。幼年期的意思，伊有几字字的这希腊文，甲伊合并。头一字，就是这个幼，就是做得好。啊，这个年期，就是胜利的意思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提摩太的顶一代，就是做得好，啊，予伊得到得胜。将这款的概念是正积极的概念，正积极的这个思想来传予伊的下一代。这代是我爱做好，你若做好，个人看每一项代志，拢看作是胜利。人看见那就是失败，所以上帝来看作胜利，就是胜利。所以伊的名就是我做得好，然后得胜的这个关键。这张讲就是这种的非常的胜利，不是普通的胜利。普通的胜利，这是一般的人。就是基督徒上帝所有的胜利是非常的胜利，更加好的胜利，非常的胜利。所以遇到任何困境，遇到任何代志，你拢会微笑而不看，拢会得胜、得胜、搁再得胜，表示这个天父太对伊的外妈、对伊的老母。教义，伊是得胜，搁在得胜，伊即款人生。咱就看见保罗先生，伊只选提摩太做伊学生，就是予提摩太知影，你要食做一个得胜的人生，得胜的人生，非常得胜的人生。那要用提摩太。伊个人格特质，伊是较懦弱一个人，较畏缩一个人，总是竟然保罗先生轻易来正做伊个头叫师啊！伫保罗先生即款臃肿的训练的下面，提摩太对迄个软弱变作坚强，对迄、那个。畏缩并作前进，表示提摩太伊对伊个时代人所承接落来即个耶稣基督信仰到一代，是一个大大转化的时代。咱毋免埋怨，咱个关心家庭是圆满。咱看见保罗先生个重视。这个天母台是，就是你甲天母台讲一项，你的关心家庭真重要，无唔对。总是伫耶稣基督内面，你要正做你的后代第一代的关心家庭。你要让你的下一代，让你的子子孙孙，提高你的关心家庭的事，就亲像这个天母台咁款。伊个整个家族，伊整个生命已经转化。每一个基督徒，第一代基督徒、第二代基督徒，到第六代、第七代、第十代、第一百代，即个基督徒，你若伫上帝面前承接耶稣基督这款信仰，你就要让你子子孙孙，正做非常得胜的一个完善家庭。若是安尼，咱就感谢上帝。好佳哉，有人引传你来信耶稣。好佳哉，你的时大人有把这个信仰传承予你。好佳哉，你伫大家互相鼓励中间，你无放下你这个信仰，所以你就是要创造新的完善家庭的新的时代。你要留什么话予你？上佳好的礼物予你的子子，就是你创造一个在耶稣基督内面
新的一代的原生家庭。每一个人在伊人生的中间，拢真期待、真盼望，伊的囝是比伊较好。所以用心计较，用心计较，安尼帮助伊的囝是伫学习、伫学习、伫各方面、各方面来培养伊。总是上佳好的呢，就将耶稣基督信仰传承予你的囝子。你若会晓祈祷，你的囝子就会晓祈祷；你若会晓读圣经，你的囝子就会晓读圣经；你若会晓来做礼拜，你的囝子就会晓来做礼拜。真感谢主，我来看见爸爸家的囝子咱的吼，咱伫路边啊，嘿，伊爸爸若在伫遐做礼拜，伊就伫遐做礼拜，哎。我相信，咱每一个人伫上帝心目中，拢是受看最好。听我来何书一节，一章五节内面，用我伫祈祷中间，真自然想着听我台语。你迄个真诚纯粹、无混杂的信仰，你的信仰生活，对你的外妈乐意。你的老母幼年期一直延续活在你的心中到现在，这是 NRSV 的这个反应，表示说这是一个孤孤单单延续耶稣基督的信仰，要活在你的心内。所以今天咱两个做面前来敬拜上帝，来服侍上帝，这就是咱继续和耶稣基督的信仰挂在咱的心内，也要挂到伫咱的子子孙孙，挂在你的心中，挂在你的内面。这内面有一个真深的意思，就是讲，不管内面外面，不管是日时年时，这两个字合作会。所以，你要将上佳好的呢，予你的子子的，不是甲看会到、摸会到、想会到、闻会到、听会到，是你生命内面是光暗、日暝内面外面拢丰富的一个生命。所以咱相信。今天天母太难了，你就这个上佳好的人，你嘛哩，我嘛哩，甲你的边人讲，咱俩你就上一个上佳好的人，咱俩咱边人讲来，多一遍，多一遍，咱俩你边人讲哈，你就上佳好的人，这上佳要过来，我上佳叫过来。我们在这个上佳好的礼物，就是耶稣基督，我们上佳好的礼物。先来祝上帝，我感谢你。人虽然歹，总是也会晓将上佳好的物，我坚持。何况上帝是我的天父。创造阮活命的主，是陪伴阮人生的上帝，是救赎阮的主耶稣基督，是替阮代求祈祷的圣神，今日要将上佳好的对伊困求的人，主上帝就赏赐伊嘛。主，阮伫你面前困求你，将上佳好的。来修饰我，就是在我的心中有耶稣基督，在我生命里面有圣神的规划，在我人生的中间有上帝，每一日新的创造在我的中间，求主耶稣基督来赐福帮助我，带领我。我们的祈祷都是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